那么今天呢，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，哎呀，我们也很荣幸的请到了这个音乐的虽然是新人，但是他光是这首歌在当初在去年的时候已经造成轰动了。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叫做《毕业》，这是由十五所这个高中毕业的学校，然后他们一起串联起来所唱的一个毕业的纪念歌曲。不过呢，在网络上有超过200万次，现在目前为止多少人了？这种风筝全部加起来的话，大概我觉得三百万应该跑不掉了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版，哦，有字幕版、正式版、HD 版。好，不过这首歌因为呢，这引起了非常多的网友，尤其是青年学子的喜欢，也让其中的这四位哦，就是唱主 vocal 的，现在呢也组成了四个朋友来推出了专辑。让我们欢迎四个朋友里面的主要成员。好，我们先从女生开始好了。好，来。我是郑雨玲，郑雨玲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我是刘嘉明，刘嘉明，还有我是林正，林正，哎，因为是四个朋友，还有一位是蓝心，蓝心，对，蓝心今天没有办法出席，他在新加坡念书，哦，是因为这是你们高中的时候毕业的时候录的，对，然后呢？这张专辑是现这是最近录的，最近录的。对，我说毕那个风筝这首歌，那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，所以你们录了一张新的专辑，没错。四个朋友，然后我们今天也请到三位，包括了那个时候还是在念南一中的刘嘉明。对，那你现在呢？我现在读的是世新大学啊，世新大学做什么科系？传播学院数位多媒体设计学系，游戏组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游戏组？游戏组，游戏组。嘿，所以你读了半天，到后面就是游戏。不，没那么简单，就是写程式、画画跟企划。哇，好厉害！对，好，刘嘉明，那他本身的 vocal 也充满了 power， 对不对？谢。对，现在在世新大学读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女孩子声音，好，女生的声音，郑雨玲。对。您现在在哪里读书了？我现在是台艺大戏剧系。哦，所以你就结合了兴趣，对，希望把这个演艺生涯当作是你接下来事业的经营，希望，因为很喜欢表演之类的。OK， 那刚刚我们也听到里面的歌声，大部分都是我们的郑雨玲的歌声。嗯，好，另外一位，还有帅哥一名，我是林正，林正，对，你高中的时候是读建中，对，我高中建中，现在呢？然后我现在是在政治大学的应用数学系。哇，好深奥啊！对啊，应用数学系，对，是要怎么应用呢？就是可以林正来解释一下，应用数学系到底是就是像我们现在宇宙怎么生成的，我们可以来看这张表，然后这些全部用数学都可以推。Oh my god！ 不过你对数学本身也很有概念，才会去读这个系，有兴趣。应该说是我很喜欢算东西啊，就阴错阳差就这样进去。好 OK， 不过你也有天生的一个好歌喉，又有创作才华。谢谢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把这三位你们所自己演唱跟自己创作的歌曲在节目当中播放。嗯，好，你们这次这张专辑叫做四个朋友。好，那也是因为风筝这首歌让你们四个变成无所不谈，而且呢创作上的好朋友。嗯，诶，事实上我觉得这张专辑很特别，是那时候你们是北中南三地，然后怎么样去结合在一起啊？是说风筝吗？不是，接下来的这张四个朋友的专辑创作，好像是用很多的，没有，其实是这张专辑，其实是我们大一暑假，像这个暑假的就前两个月做的嘛。是，其实我们都已经到台北读书了啊，所以其实已经没有距离的隔阂啊，没有距离隔阂，就比较方便，没错。然后就每天就是跟大家聊一聊有关音乐创作，现在网络很方便嘛，好，可能就我跟刘嘉明想要创作一首歌，我就用脸书的方式把我作曲丢给他，然后他把他的词丢给我。哎呀，配合的非常的，没错，对，天衣无缝，天衣无缝。哎，刘嘉明，你是南部小孩？我是南部小孩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是台南市嘉里区。哎，对，南一中啊，南一中。所以你去台北念书？对，我是去台北。那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？首先应该是食物吧。哦，对，台南东西比较甜。对，台北也是比较重咸。对，而且比较贵。哦，当然了，哎呀，说得好，对啊，那其他人应该还好吧？其他其实都还好，是习惯在外面生活。好，刘嘉明在这一次你的专辑里面被定位啊，有四个元素，你被定位什么？我是火。火？为什么？
因为我南部人比较热情啊。对，可是我觉得你的歌声还蛮有爆发力的。对，是是，对，就符合这个主题啦。哎呀，不要客气啦。哎，不然我们就先来听听刘嘉明的歌曲。 好，这首歌来自己介绍一下。这首歌叫无坚不摧。无坚不摧，希望大家听完都能有无坚不摧的勇气啊！对，面对梦想，对，要去实践无坚不摧的一个勇气。好，我们现在听听刘嘉明所带来的无坚不摧。乌云环绕天际，山巅划出缝隙，眼神散发讯息，准备精准反击，放肆相信我能打造出唯一绚烂，刻着我名字，故事线。